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我们的 Maxo 的开业仪式隆重现场。那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两位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是，两位觉得我们平时的穿衣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先从我右边的这边开始。非常的唯美浪漫啊，也如你今天的气质一样啊。那接下来第二位，那有请。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参加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开业典礼，两位的心情怎么样？非常的激动，很开心。那你觉得，我相信啊，两位在今天来到我们的主持台之前，已经去我们的店里面参观过我们的 Maxo 的产品了。那有没有喜欢的风格的衣服？啊，谢谢两位，请回我们的台下落座。好，谢谢。那接下来呢，出场的是北京当代的芭蕾舞团，让我们有请我们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演员们，有请。那今天的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同样也会与我们的 Maxo 一起联袂奉上一组不一样的时装秀，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欢迎。好，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的开业仪式现场，有哪些想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精彩演出？就是我大概我们团就是根据芭蕾与时装的结合，然后给大家带来就是服装与芭蕾就是相互结合的一个艺术。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芭蕾舞团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表现。那接下来的时间，全场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 Maxo 的我们的设计师 Mr. Maxo， let's welcome， 欢迎你。Nice to meet you. So it's your first time to be in Nanjing? 啊，他说这是不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但是呢，是我第一次来南京。So what? So you know, it's your first Nanjing boutique. So what's expect for it? Maxo 先生介绍说呢，我们的 Maxo 品牌呢是诞生于英国的伦敦。那这款产品呢，它给予了我们的浪漫优雅的气息，也希望我们各位的朋友能够喜欢。So, do you have anything want to say for the Nanjing customers? Definitely come and visit us in the store because we like it, because it's very personal. I did all the drawings from the walls and all the mannequin faces. They should come and experience it.Wow, 谢谢 ，Thank you for being sitting in the VIP. Thank you. 他刚刚讲到呢，我们的 Maxo 呢是为我们所有的高端女性进行私人定制的，所以每一位女性呢，只要喜欢我们的 Maxo 的产品，都可以穿出水灵的不一样的风格。再次感谢我们的 Maxo 先生来到我们今天的开幕仪式的活动现场。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全场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当红的影星张丽女士。好，全场让我们一起掌声尖叫声有请。好，让我们再次今天呢也是非常的开心啊，来到我们的很多大牌进行助阵。那除了我们 Maxo 的我们的时装设计师 Maxo 先生，那当然也有我们目前正在当红的我们的影星张丽女士，今天呢也是加入到我们的开业仪式的阵营当中。我们相信啊，今天现场有很多我们除了 Maxo 的，有请欢迎我们的张丽女士啊。我们都知道最近，我相信大家一定看过一部剧叫做《上古情歌》。那我们的张丽女士呢，在剧中饰演了一位非常时尚而且独立自信的我们的玄牧王姬，对不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丽。刚特别不好意思，因为你念我名字的时候，我还在100米开外，然后我就很快的往这边跑。没关系啊，因为呢，我们今天现场来了很多我们张丽女士的粉丝啊。那今天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我们都知道今天呢是我们 Maxo 的开业典礼。那同样，您在平时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经常会上我们的各大头条啊，大家都说您是 EQ 爆表。那所以关于穿衣服这方面呢，您有什么想说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常常每个工作会
问到什么叫时尚，那我觉得所谓的时尚就是自己穿着舒服，别人看着也舒服，简简单单的就好，有一个小的亮点就好。所以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今年2017年我们 Burn Up 出的秋冬系列的产品，它体现的就是女性外柔内刚的一种，所以这一点特性和您私下的生活有没有相像的地方？因为其实生活中我就是一个挺外柔内刚的女生，那我觉得现在不只是我，越来越多我的女性朋友都会把这种性格其实用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去体现，比如说在服装上也好。因为刚刚我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看到我们的 model 在那个 standby 一些秀的衣服，我有其实提前看到。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一季我还是蛮期待的。好，同样呢，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张女士在接下来的我们的影视作品当中，同样也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作品，好吗？谢谢。好，谢谢，再次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请回我们的主席区就坐。好，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场的各位南京的市民朋友，大家下午好！再次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Burn Up 南京德基店开幕仪式的活动现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有请了品牌设计师 Burn Up 先生以及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经理现场，为我们带来美轮美奂的 Burn Up 2017秋冬系列大众化定制的首秀。那同时呢，还要感谢我们的品牌好友影星张丽女士，特地前来我们的 Burn Up 进行开业典礼剪彩。在此呢，也非常感谢百忙之中的各位媒体朋友以及喜爱我们 Burn Up 品牌的各位粉丝朋友，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以全场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此次 Burn Up 的产品的我们的服装设计师 Burn Up 先生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精彩致辞。Then coming next to the last moment, welcome the designer Mr. Burn Up to give us a speech. Let's warmly welcome.好，现场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As I said, it's my first time in Nanjing. You still look amazing. 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京啊，看到我们南京的朋友们非常的热情，所以说我今天来到现场也是非常的开心。The weather didn't surprise me much because London was raining, so it was similar. It was a bit rainy here as well. 他在讲啊，我们的 Burn Up 这个产品呢，是源于我们的英国伦敦本土的设计师品牌，他希望把这样一款非常大牌的设计带给今天到场的各位朋友。So my brand is based in London, and it was based 13 years ago, right after I graduated from Central Saint Martins. And since then, I've been showing at London Fashion Week on the official schedule.I had like 26 catwalk shows at London Fashion Week, and this is not our first store obviously in China, but this is a very special one.我们的 Burn Up 呢是已经有了大概20多年的历史，它是源于我们的英国伦敦。我们的 Burn Up 先生呢，在很多我们的时装秀品牌都有亮相，关于我们这款产品。那我们的 Burn Up 的品牌呢，带给大家的感觉呢，是非常的浪漫，非常的优雅。他希望把这样一款具有国际化、浪漫、优雅的产品，带给今天到场的各位观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I want to talk about a bit of the brand and what the girl is like. So Burn Up girl is basically when she was little, she was climbing up the trees and running around and playing with boys on the mud. And then when she grew up, she actually discovered her femininity. So basically, it's like really romantic clothes, but then there is a bit of a twist in it.我们的 Burn Up 先生呢，从小呢就喜欢我们关于我们艺术创造这方面，在从小的时候呢就喜欢绘画，我们插画。我们都知道 Burn Up 的祖母啊，奶奶就是一个裁缝啊，所以呢，他的关于艺术设计的很多理念呢，都是源于家庭的一些艺术的熏陶，所以才成就了今天他这样一个非常出色的作品。So it's like she had a little child in her, and then.When I design clothes, I always try to aim that kind of innocent and that naughty child that tries to take it out of her. So I think when they come and see and experience the clothes, that they realize that it's like romantic clothes, but it's a little bit of tomboy in it. Wow.
就是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服装设计的一些细节问题啊。他在讲他在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就跟着祖母一起来学我们的裁剪设计，包括很多关于衣服的一些材质的问题，内里啊，包括蕾丝啊，还有我们的工边等等的设计，这些呢都是他积累了大概二十多年的一个成果啊。好，谢谢 ，Thank you。好，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我们 Burn Out 的开业仪式的活动现场，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喜欢我们这样一个第一次来到南京的这样一款国际大品牌。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将进入我们今天 Burn Out 南京开业典礼的时间，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彩带。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剪彩环节，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剪彩嘉宾移步至我们的剪彩区域。首先让我们有请 Burn Out 的品牌创始人创意总监 Mr. Burn Out Welcome 德基广场总经理吴铁林先生，有请 Burn Out 的品牌挚友中国著名女演员张丽女士，有请 Burn Out 亚太地区总经理 Ms. Isabella Lee， 有请Burn Out 亚太地区副总经理 Ms. Jian Jing， 好，还有一位啊，这边有请啊，好，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剪刀。来，请大家移往前一步啊。来，让我们全场一起倒计时 ，Countdown 3 seconds, 3, 2, 1, go。好，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 Burn Out Su， 我们也一起非常的见证了这样一个非常历史性的时刻。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带有历史性意义的我们的香槟，让我们一起来一起干杯，为我们的 Burn Out Su。Cheers for the spark moment. Come on, let's have a drink. Come on, here we also want to wish our Burn Out 品牌in China, in Hong Kong, in Nanjing, to grow more and more. Our Burn Out ceremony is here, fully completed. Let's invite our guests to come back to our VIP area to sit.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呈现的是北京当代芭蕾舞团与 Burn Out 组联手为大家奉上的2017年秋冬亲情走秀。那 Burn Out 2017秋冬系列服饰主打的丰富的印花图案以及精美的细节处理，结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剪裁风格，尽显女性精神中勇敢与温柔相融的理念。当唯美的芭蕾舞艺术与品牌设计的独特完美结合，又会带来怎样的视觉体验？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全场一起敬请欣赏。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演员们，有请。
送给我们的 Bon Amsu 呢，我们北京当代芭蕾舞团以及我们刚刚为大家呈现的我们的模特们，再次感谢。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的 Bon Amsu 呢正式开业。那刚刚为大家呈现的是我们2017年的秋冬新款，我们的主题呢叫做 Freedom Peace。为了彰显我们女性华丽绽放的一面，也希望我们今天到场的各位独立女性们能够喜欢 Bon Amsu 带给大家的2017年的秋冬新品。那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前往我们二楼 Bon Amsu 的专柜进行选购。那在我们的开业当天呢，同样也会有非常劲爆的优惠等着大家。那截止到目前，我们今天的开业典礼到这里圆满结束。非常感谢我们的影星张丽女士的到来，以及我们的 Bon Amsu 先生 ，Thank you。当然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再次欢迎各位的莅临，谢谢。那稍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小的采访的环节，那有问题的我们的媒体可以来采访一下我们的 Bon Amsu 先生。好，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朋友，谢谢。好，那首先呢，有请我们的 Bora 先生。来，哪位媒体有问题啊？先让我拍两个。Thank you for Mr. Bora to come to this first still. So do you have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to the customers or the media? It's actually so nice to be here. I will be in the store this week. Also, he is only for a Thank you。 刚刚呢，我问一下我们的 Bora 先生呢，对我们第一家店有什么样的期待啊？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走到南京，我们也相信呢，在未来的时间能够有更多的我们的 Bora 的专柜来到南京啊。再次感谢我们的 Bora 先生 ，Thank you。那 coming next 呢？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影星张丽女士来接受我们现场的采访，有请。先拍两个。好，我们先拍张照片啊。
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
可是五十米之外，他们说小明哥来了，我突然就觉得小明哥的气场已经到这儿了，我就觉得天哪，我怎么跟他演戏？这整场，整个三个月的这个拍摄时间，对我来说就是人生当中的一次高考。等演完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小明哥就会对我们很好，然后，很照顾我们。然后如果你很紧张，他也会说啊，你放松，你不要紧张。在戏里面，他是我的下属，所以就是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只要你换个角度，你放松了，你都会可以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可能马上会去时装周，现在刚刚回来，在拍摄一个电影，也是喜剧性的电影，马上会跟大家宣布吧，现在还暂时保密，但是也是我梦寐已久的，继《心花怒放》之后可以尝试喜剧的角色。然后今天结束回去我去定妆，我就特别希望跟导演说，哎，可不可以扮丑啊？可不可以就是让我就是搞笑一点啊，结巴一点，就是跟平时大家看到的上古情的那种样子不一样。这个也是我很喜欢创新嘛。我没有哎，我从来都没有觉得就是要盯在那儿，因为我觉得放松的时候对方可能也会比较舒服。你知道张力现在就是感情很幸福吗？就如果遇到感情戏会要报备吗？遇到感情什么？有感情戏会要跟男友报备一下？不太会，因为我会翻出他以前跟别人的感情戏，就说你看看你。开玩笑，就我们还是比较理解对方的。在时尚方面会给他一些。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时尚方面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多一点交流，因为在不同的国家嘛，会有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喜好，就是取长补短，然后相互一起进步。谢谢。好，谢谢，再次感谢各位媒体。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Bara 先生和我们的张丽女士一起来合影啊，有请 Technical Reporter。来，有请我们的张丽女士和我们的设计师一起拍张合影。好，谢谢，再次感谢刚刚为了莅临啊。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两位移步至我们店内参观啊，有请。脸那么丑，不能放的。
然后拍了很多张啊，就六张，六张还不够多啊，那一张能用的，这一张它也不好看，等一下这张不行，请给我查一下吧。给你发出来了，我查一下。速度这么慢，我不算计吗？怎么还这么慢了？Thank you.